傻眼了。你上次回人是可以打给我妈，一来嘛，然后他这边念念说什么豆腐都会粘，那我妈就告诉我是不会粘就不会粘，酱油跟米酒。我姐这里好像有。你的猪小排怎么长那么急呀、啊？他猪小排比较就长得比较急一点。没办法，我今天去才知道，那个还被笑哎。猪小排不是？你怎样？你那摆个摆地在做，当地人官播太低了。我说你就说阿弟不是你台？没有，他们没有杀，他们就是我。为什么这跟我买的猪小排长得不一样？对啊，这很像排骨哎。对，我固定说他。好用，他总要够漂亮。那你下次再买一次漂亮的，我看要多漂亮。甜椒吃起来是什么？有跟我说甜椒？就甜椒啊，脆脆的。红色跟黄色差呀？没有差在哪，就是颜色漂亮。甜椒就是一个你知道，让你的菜变得更漂亮的一个你知道很好的东西。哎，没有买甜豆。谁是甜豆啦？甜豆就是比豌豆再胖一点，它就叫甜豆。没有甜豆还蛮新鲜，没有在卖，蛮新鲜。没错啊。对啊，那你看，就是你会觉得是这个画又。
三个没有了。三。我要听韩文快速版，我要听韩文韩文版。Yeah.
阿妈。